爸，这是我同学马小龙。伯父您好。你就是马小龙？是。出去，这个家不欢迎你。爸。出去。爸。闭嘴。卫兵，把这人给我轰出去。爸。你爸在哪上班呀？我就没见过我父亲。我出生之前。他就已经去世了。哦，那你母亲是做什么工作的？我妈她在那个京剧团唱花旦的，但是她现在已经退休了。哦，不错不错。那你找到工作了吗？工作找到了，银行的信贷部。哦，真不错，这小伙子。好吧，妈。你爸回来了。一下，爸。爸，这是我同学马小龙。伯父您好。你就是马小龙？是。出去，这个家不欢迎你。爸。给我轰出去！爸，叔叔您别生气，我走。小贝，打电话。伯母，我走了。小龙，爸，小龙。等一下，等一下。警卫牌子说，以后这个人不许进这地方，啊，他是不受欢迎的人。爸，老罗，闭嘴吧。小龙，春生，春生，春生，又做梦了。连着几天了？好几天了，饭也不乐意吃，白天装的跟没事人似的，一到夜里就琢磨。不行，明天我得去趟罗家。妈，要不这事就算了吧，
哎，对，时间，时间是医治心病最好的良药。我怕他没时间了，照这么下去，过不了几天，小春生就得变成魔怔。哎。挺好的，你救我一命，我也救你一命。头上流血了，来，哎，你别动，我没事儿。要不去医院吧？不用，春生，真的真流血了，我现在你看。哎，别动。知道哪能不告诉我？你说，我知道。那什么时候事儿啊？小贝上大四的时候，他们俩就好上了。我阻止过。我甚至给小贝都断过生活费。是啊。后来小贝投降了，可是前几天我才知道，小贝和胜利一直在合伙骗我，恐怕还有你们家春生。春生。这几年每次寒暑假小贝回来，都拿着春生给他写的信的信封，而且邮戳都是新的。不然的话，我也不会让他俩骗我这么些时间。你就是说，春生早就知道小贝有对象了。是，胜利告诉他的。春生四年前就知道了。为什么春生一直给小贝写信？我琢磨着呀，这孩子的心思是，怕我不让小贝回家。哎呀，是，这。像是我们家傻小子干的事儿，他怎么跟他爹一样一样？自己不管吃了多大的亏，就是一门心思对人家好。其实这事儿也赖我，自从两个孩子上学以后，咱们两家来往就少了。就是亲戚总不来往，也就疏远了。你看这么大的事儿，这么大的变化。我都不知道，嫂子，小贝回来以后，我一直在做他的工作。嫂子，你放心，咱们两家的亲事啊，绝对缓不了。有些时候，咱们老的说话不一定管用，哎，看缘分吧。